那过去的戊戌政变，那个不是一个变卦。所以刚刚理事长跟我们注意，戊戌年还是小心为上。那今天算是易经学易的第二讲，上一次就是粗略的介绍一下啊，我是从易经它的精髓啊，它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首先就是开悟成悟，你对于这些物质啊，物理、化学、生物这一些事情的基本认识，那么以后当你需要来办事情、解决事物的时候，这两个物是不一样，那就得心应手，是开悟成悟。那除了这个开悟成悟的好事之外呢，啊，天人合一，那他老天爷默默的，他做给你看，啊，太阳啊，东升啊，日正当中，然后哦，日射下山啊，月亮啊，有阴晴圆缺，那这个表示它的规律性，它的易经里面有一个横卦，它用这一种横卦来让你们来学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横卦它显现的，它所显现的就是有一个规律性，它不变的特质，它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但是在变化当中它有它的规律性，那还有在这一种过程当中它简化，很简单明了，容易来 follow。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点是容易。那刚刚讲的是不易，那不易当中有变易，那这两个又是那么容易的好来学习的。那我们说人对于整个宇宙世界人伦之间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能够明理，要明。那易经这个易是怎么写的？那就是什么是最明的，就是日跟月，那日月合起来那就是易经。所以易它有这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易经我们说三皇五帝啊，过去有燧人氏啊，有伏羲，有曹氏啊，爬在树上来做 shelter 啊，然后教我们钻木取火的啊燧人氏。那燧人氏之后呢，那五帝就这种伏羲，离我们现在差不多六七千年前，这个伏羲比他开始。那我们讲大家都皇帝，那皇帝是应该是排行伏羲、神农、皇帝啊，然后颛顼、少昊。那因为伏羲又叫做太昊啊，所以又有一个少昊。那因为我们人是神他这样造出来的啊，奴蛙用泥土，这个跟那个 Prometheus 用泥土造人，跟希腊的神话一样。然后阿德娜再吹一口气，那后来觉得太麻烦了，就用那个扫把这样沾了泥巴水，这样扫下去，以他们的形象，那做出了人类。那因为，这是他们所铸造出来的，所以非常的关爱，一直在身边来辅导。但是，这种小孩子长大以后就觉得我已经很棒了，你老靠哈，有 KK。闪一边了、那所以在少昊的时候呢，这一种神永远都在身边，在帮忙你，你保护你，解决问题。他说不用，我们自己很棒。这个就像在巴格达那里的那个 Tower of Babel，
的建立一样，那老天爷生气之下要让你有很多语言，你们不能好好沟通，就不会那么自大啊，意思是一样。就在这个状况之下呢，还好有伏羲氏，他在挂台山，啊，有的说是黄河的的浊的水，还有洛水清的，那在那里搅起来漩涡，哦，那就是太极啊。其实这个太极呢，是从这种日的那个投影斜影呢，日晷啊，它的长短啊，那这样画起来刚好就是一个太极图。所以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之下呢，还好就是说有伏羲氏，他的八卦，八卦是天地，然后长男长女，次男次女，少男少女，啊，这样八卦，那乾坤，那长男是雷震，啊，长女是巽，是风，是木，啊，然后次男啊是水，是坎，那次女是火，是离，那三男是山，是艮，三女是沼泽，是兑，喜悦等等，那就这个样子，有天地，然后还之下还有这样，他们是永远互动在一起，有打雷那就有风熬出来，哎，这种现象，那水火，那韩国它是取天地跟水火哦，这个来，作为他们的所认知八卦当中最重要的四个卦来做他们的国旗的符号。那所以上回那这个是伏羲，那在这里呢，我们是让大家在收藏在故宫哦，在宋朝的时候一个画家画出来的。不过哦，这个图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啊，它有哦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一种一画一个卦，你是从底部一二三这样来看。那如果是画这样从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应该是从这里来看起一二三，但是这个画家还是后来的人再把它补上去。这个我因为我看到有两种版本，有一个版本还是正确的哦。那但是这个版本呢，它就是刚好相反，或许就是有人贴上去的时候错了。但是这种错误，你如果到指南宫去看的话，在那个45个阶梯爬上去的那个女主的那个地方啊，上面先天，地下后天，这个是正确的。但是往中华道教学院那一边有一个一个大殿，那一边的就画的有一点点糟经理啊，就不太正确。所以我们今天呢，大家觉得说不用老师，我有 Google 哦，那我什么资讯都有。但是请大家还是要跟小朋友关照一下，在上面的资讯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一点还是如果有好的老师这样指点一下，也可以省去我们很多的麻烦跟错误。那伏羲是女娲的兄妹关系，那这个哥哥过了之后是女娲来继续与来进行所以有水神共工，火神祝融相斗结果哪里知道说你不一定是水一定赢火啊，你如果很大的火还是水扑灭不掉啊那这个共工就是不服气，居然输给火
哦，那就去撞西北的不周山啊，撞了那天柱就歪了，那结果就哦，这种天地与中枢就不安宁，那于是就有奴啊来炼七色石来补天的这种事情。那我们今天在讲臭氧层破洞，那常常就是可以引用这个 story 来讲。那在这里呢，就是附带的这样来提到啊、有这种伏羲跟这个是后天八卦、哦、八卦图有先天有后天。那伏羲是这个先天八卦，那文王啊、后天八卦，那等候哦，我们就要来仔细看他的。先天八卦就只有八个，到了文王之后，他是六七千年前，到了文王是离我们现在三千一百年前，孔子离我们两千五百年前，在皇帝之后有唐虞夏商周，那我们说哦，本来的八卦那变成六十四卦，这个是上卦跟下卦。两个卦啊，这样把它啊结合在一起的，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来考虑我们这个复杂的，大自然跟人伦、开天辟地跟错综复杂的人类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人的这个分量啊，才有办法介入来讨论。哎，大家不要小看我们人类。大家都讲天地人，哎，但是你从这个卦来是天人地啊，哎，你这些神明这些封号都是人去跟你封出来的啊，啊在那个姜子牙啊这种最后哦封神榜没有你这个是属于纣王的，你这个是属于以这种周朝的。这个好人坏人，他没有好人坏人，他都是为组织来效忠、来卖命的，大家都一样。所以有了这个基本的观念之下，无好无坏，哎，大家不要在这种意气用事之下来争、来斗，没意思。那世间无好无坏，哎，好，下一张，啊，这个图呢，人生的道路呢。不像你孙啦，不是一路走的啦，啊，是弯弯曲曲的啦。那就在这种弯弯曲曲当中呢，你好好的，来感受哦，这一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这一种意境，还有态度哦，不要很蛮横的。那还有这个图，它的好处呢，就是从开天辟地造人，这样一直来到了这种很伟大的成就。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到了这种过了正午之后的 timing 了。那现在开始灭人、灭地、灭天。的这一种过去男性的主宰的地位，现在已经渐渐的女权在主导。那如果我们说，我父亲他们的从祖先从漳州这样过来，他已经从排到第十六世，我是第十七世。所谓一个世就是三十里年。那我们讲说四运，啊，那这个四运会元这四个，那就是三十年。那运就是十二个四一个运啊，那三十乘以十二啊，然后一个会啊，又是乘以三十啊，再乘以会，元，三十乘十二乘以三十乘十二，那这样。129600年，那这样的这一个 cycle 哦就结束，又重新来过。那我说
佛教的这种生老病死让人家很害怕啊。那但是易经跟我们讲的是七日来复，你乾卦啊，你这种一元复始复，然后来到乾啊，然后你又要进入姤啊，那又来到坤，然后来到波，然后坤啊，然后我们又有这种一元复始，它是生生不息的观念。所以如果说让我有机会继续讲的话，我下回可以用生生不息化学意啊，日新复有化学意，那这个都可以一直讲下去的啊。但是我们时间有限，那在这里就是让大家了解说无极一动啊，太极生啊。事实上啊，我们行路这样走过去，其实如果无心来定下心来的话，那是一个无极世界。但是一碰的话，那过去我的母亲呢 她总是会打波啊，啥波啊，管哪个啊，什么款的，南部人啊，北部人，就是这样二分法一直混下去，那这个就是太极了哈。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太极图呢，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很多今天的高科技也只不过是阴阳。那孔子的时代，他虽然已经有了粗略的认知，但是阴阳家的观念，还有那个时候用这种易经来占卜这种事情呢，觉得说有冥冥中的神明，他用龟甲、用四草这样来帮我们了解一些神秘的未来。但是从时间点来看，2500年前，那宋朝呢，北宋是1000多年前，到了1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成团邵雍这些人呢，他们研究的更彻底，阴阳家的理论更了解。这个时候呢，子平八字这些理念都成熟。否则呢，你看看晋献公，他想要再娶一个丽荣国的女子，这个用龟甲一补这个不吉祥，你用丝草补一下，这个还可以就用这个，这个很多都是随人的高兴来决定说你要用哪一个。那所以这个还是有差错。同时呢，所谓的拔金鸡卦，它这个是在占卜的那个瞬间路过的那个神明来跟你来开示。那还有这个你个人的喜好，还有这个种种的，你说到了北宋，它有所谓的这种子平八字，那么就干脆那你这个人诞生的那个 moment 的时辰等等，那个都跑不掉的，用那个那句。所以今天我这个题目的开宗明义就是说，善为易者不占。我学易经，我就是希望能够来报一个来帮我解释吉凶。但是呢，荀子、孔子他都讲善为易者不占。真正的易经不是要让神明来跟你解决你这一些自己用头脑想的都可以想的事情。你怎么那么懒惰？我神明要欠你什么？你什么事情都要赖在我头上，让我来帮你解决，这个没意思了啊。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善为义者不善。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好好学易经，至少我有机会跟3100年前周文王，还有周公他的儿子，还有2500年前孔子他写的一些文字，中国人的独特 lucky 好运，这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仓颉造字，这些文字呢一直的延续下来，没有断掉，不会像埃及它的象形文字 hieroglyphic， 这个神圣的雕刻的这一种字，唯有在他们的神殿，那一些祭司最后的保存者，那你知道来到西罗马帝国的时候，一切信基督教，所有的你这些信其他的都是邪教，把我关掉啊！一关掉的时候，哦，人类最早的这一种我们说中东的器形文字，还有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的文化是人类最早的尼罗河文化，结果就这样消失掉。还好是后来的法国的那个香波里用，他利用有一个石碑，下面是古老的象形文字，中间是新的象形文字，然后最上面是托勒密王朝希腊来统治的时候所留下来的文字，因为他要昭告我在这个地方要做什么样的大事情，那这个碑啊，在罗塞塔，我们常常讲的秘籍就是那个罗塞塔，就有一个军官1798年拿破仑打埃及的时候啊，闲来无事，那个军官在罗塞塔这个地方踢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那结果就有这三种组合，那这个语言文字学家啊，去把它解谜出来，那这个就是埃及的文字，可惜就是法国人的解谜，他居然是要到英国去把它 copy 那个文字，因为后来法国在这一场Trafalgar 的战争输给了英国，那结果这个战利品就被带到大英博物馆去，不过人世间有能力的人来帮你保管，同时又是免费的可以参观大英博物馆的这个也是没有不必要计较那么多，反而是人家要感谢他能够来保管。好，所以下一张，这个乾坤之后呢，就是长男长女，次男次女，三男三女的这个结构，那是一二三四，然后跳到这里来五六七八，这个是先天八卦。下一张，那周文王的这个八卦呢，你看乾都已经跑到这里来了，坤跑到这里来了，所以我们美国有西北航空公司 Northwest， 它乾。那这个是后天的，那所以在这一种新的排列状况之下，这个是后天的八卦。那大家一定要，刚刚那个伏羲图背后那个，它就是用这个东西。那你用这样的东西来看的话，你看看是要这样看上去，结果它把人家 upside down， 这个是刚刚为什么要提出来跟大家关心的事情。那下一张，那韩国他真的就是在设计国旗的时候就已经是没有全盘的接收，你的这个西药很有效，但是在那个有效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君臣佐使的那一些东西，就是让你这个没有
它的毒性，它的比较综合性、温和性，就在这个其他的那个组合。八卦已经是很勉强的，是天地万物就选了八个，那现在哎，你就又选了四个，所以这就已经是相当的极端。在极端之下呢，又没有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啊。同时你看看红的在这个北韩的国旗，这个红的，所以已经都注定好了这种内乱的情形。下一张，那我们讲自然医学，在64卦里面有第50卦是顶卦，那它的前面第49卦是革，人的健康、社会的乱象等等有错的，我们要革故鼎新。那所以我们就取用了，所以因为是这个跟易经有关啊，那今天我的开场白的封面就是用这个图来解释，这个我们要革故鼎新。那但是天地万物哦，何止就只有革故鼎新，我们要了解整个易经的全盘。下一张，那这个是我们的教育学会，所以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学会，也应该要认清我们这个学会创会的本源跟宗旨，是在这里。那我们是要教育，我们就是要抓住源头哦，我们就是要常，我常常都是蔡医师他讲的，你一个手能够拿3颗粽子就了不起了，但是我如果能够哦拿到那个一串粽子的源头的话，我可以抓一大串。所以呢，我们要学一个顶卦，那不如我们来学全部的易经。我们要探讨生计饮食，这个明日月，这个又是易经的这个易，这个很好，那个也不错，那个要看皮，你应该要学源头哦的那个基本道理。下一章，那我们说这个学易经，你这样一来，你一下子就学会了12个，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天地间的能量，太阳的能量，我们的生命是跟着太阳来走的，这个能量，那它这个表现得很好。在夏天的时候，能量这样在外面，那甚至打雷，那个雷它都表现在外面。到了冬天的时候，它藏在从地表到地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冬至在这里，到了这种被剥的只剩下一根三地剥，到这里来就是坤，完全的能量太雷跑到地心里面去了。那开始来到这里要冬至，那就渐渐的要醒过来，但是他还没有出来，他还在地心里面。那渐渐的，那来到了这个乾卦之后呢，那是能量最高的，但是来到这里呢，那就开始天空够哦，开始闹亏啊。夏至，这种西方人最得意的、最高兴的，大家夏至最长，那其实就已经开始的小风啊，这样就，那这个盾哦，苏东坡哦，他说我这么聪明，结果我就被聪明所误，我现在生的这个孩子，我要取他的名字叫做苏盾，让他啊。遁离这个复杂的人世间，而能够享受到啊公卿的这种好命，不过这种这个孩子10个月就死了哈，遁，你这样，那我们有太否极泰来，这样不也就出来了啊，由波而富，所以从这样的认识，大家就很快的可以学习到很多。好，下一张，这个呢是我跟我弟弟的精心的杰作，把刚刚的十二消息卦
把我们的节气，把我们的二十四节气，把西洋的 Zodiac 全部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有这种夏至，有冬至，有春分，有秋分。那这种这个是气四大的这气。那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个是 declaration， 跟你宣言，跟你 announce 说这个是就要来了。这种事情呢，那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前无古人，没有人做过的这一种。你如果了解他的话，9月23号在 Houston, Texas， 大家感受到同一年7月30号那一种Katrina 纽奥良那个大的Hurricane 的恐怖。那于是9月23号 Rita 飓风又来了，于是又要跑了要跑，真的车子那个八线大道全部都阻塞了，那个南下北上的，那后来干脆把南下的也改成单向的，让你这样跑还是跑不动。我说如果你有懂得二十四节气这一种的话，能量的观念的话，太阳已经从23度半来到了赤道，它已经往南边去过它的夏天了那个 Gulf of Mexico Caribbean Sea 已经没有被晒得这一种热气腾腾的低气压了，还怕什么？就没事了。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有高人在这里指点的话，也就可以省掉那么多的恐慌了。我念到这种顶卦的时候，也是心里有感了。顶卦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说圣人来祭天，对于圣这个老天上帝来负责，来拜祭那然后呢，国家要养贤养贤人那所以呢，如果说今天这些读书人而这样的被糟蹋掉，实在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很损失了。因为现在是有钱的是老大，真才实学努力默默的耕耘的，你没有什么分量所以这一章，那我们来看，那在今天的这个开场白的第一句话，第一段，请大家看一下，这一段我觉得是整个内容，这一段跟最后的结语是大家值得好好的把它聚焦一下，《易经》的内容探讨。开悟成悟，天人合一，生生不息。我写了一本生生不息的书日新复有那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商汤的汤名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等的哲学思想。那所以之前开悟成悟是一个 logos 那种观念你不要以为说就只有我们在探讨，西方希腊的思想他们也来探讨，那他们探讨的叫做罗格斯 Logos， 那我们是开悟成悟，那是从简单的阴阳爻符号系统来了解自然环宇与人类社会的多重现象。我们就是说自然现象，那人来化学习，那这个就是像双股的螺旋一样搅合在一起，我们称这个是一个纽带的关系我们有大自然来做我们的好榜样，我们人为的我们就来好好学习，这个是纽带的关系。那如果说都要
借助神明的帮忙，那是不对的。因为你如果好好的把这一些关系学好的话，由于当有精益入神、穷神之化的功夫，当然可以达到善为义者不善之神明境界。这一句话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这个左边的这个景泰蓝的瓶子，是我在2017年年初在德州休斯顿的Museum of Fine Arts 美术馆啊，他做清代皇帝皇后，就是一个是包括慈禧太后他们的一些珍藏品。那这个收藏品里面刚好有一根有一个景泰蓝的瓶子。那这个景泰蓝它就是上面四个挂，下面四个挂，就这么巧啊，有这样的一个纸盒排在一起。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你看看，这个是我们的上颚，这个是我们的下颚，这个是我们的牙齿，这个是含饴弄孙的饴啊，颐和园的饴啊。那这个是它代表什么？就是颐养之道啊。学校教药物食品管制，我说今天我跟你们开的这个课只是讲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嘴巴说出来的的那一部分不在这个课里面，但是那一部分还比吃进去的更重要。因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个人看你的言行，那看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仪卦。那我用这个样子来说，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化学义的这个内容。下一章，这个我们如果说过去的叔叔在这教什么哈，以后如果我们人世间写的漏漏等哈，那么长的东西，能不能简单的用一个符号啊，来把它表达出来呢？那这个就是符号学。符号学的意义就是，你看看E=MC², 简单明了。那我们如果能够用一个符号，那就把这些观念讲出来的话，人生这个八卦，那现在落日后天，那怎么办啊？抽砍天理呀，抽砍天理，你看看，就是简单的这样，那整个卦象又回归到原点，那是多么好。但是至少你也应该要乾三连，坤六断正养鱼，这个养鱼这种更互完那离中虚坎中满这种那对上缺巽下断，就这个样子。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这种像小朋友的这个波波摸摸这个都没有学的话，那要来谈易经，我怎么跟你谈起呢？所以这个总应该要背吧。下一张，好，这个有一点不太清楚呢。这个就是这个它的八个卦它是代表天地等等，它代表父母、长男、长女等等，它又代表天这个乾是马，这个坤牛等等震是龙等等这些，还有它的先天卦数后天的卦数，它的方位等等。下一张，我们讲那个六十甲子就是天干地支，那这样两。这种交配的一个结果。同样，我们这种天地雷风水火三则这里
本来的八卦，那现在变成重卦，就是重复，那这样才能够讨论自然跟人伦之间的广泛的事情。那怎么去搭配呢？就是这里它上面一二三，下面四五六哦，但是它是从一二三下卦，四五六上卦啊、哦，那上卦下卦，那就是这个样子来，这个样子来，这样的搭配，那这个结果就有哦，六十四卦。下一张，我们说天圆地方，那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先乾，第一个是乾嘛，那你乾排下去啊，然后下面乾坤震巽等等这样排下去，那就有这种现象出来。那第二个啊，乾坤啊，那就反正呢，就是它是以刚刚讲的那个次序这样的排，一二三四啊，然后这一边又是这样的排，那刚好六十四卦就在这里。那如果从这边前的这样走下来，还有坤呢从这边走上去，那就是一个天圆地方的一个图。那这个是提供给大家这样参考。下一张，那我们说上卦下卦，那总共六十四卦啊，但是它分作上经跟下经，上经到这里有三十个，这个上经，那从这里三十一到六十四，这里是下经，啊，这个是上卦下卦上卦下卦，那在这里面上经，它有七个两个字的，啊，什么，同人，大有，适合等等那种两个字的有七个，八个字的这一边两个字的在下卦有八个。那我建议大家对于这六十四卦，至少你也应该一个卦一个卦的把它的字怎么写啊，怎么发音啊，至少在还没有去翻易经的书之前，词典翻一翻，这个简单的是什么意思？哦，这个闭，这个不是奔门的奔吗？啊，我们有幽门有奔门，但是它又可以念作闭，那奔的话就是奔，那闭的话就是那个文饰，就是你总是要有一些礼仪的打扮，好，那等等这些一定请大家先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名字的认识，否则你连前三连坤六旦都不懂，你连这个念都念不清楚啊，连最基本的词典翻一翻的工作你也没有做，那你就说易经很难啊，我没有办法学，没有那么难的事情，那这个是把六十四卦先摆在这里，这个它的好处又是把每一个卦的那个六个爻全部跟你摆出来，清清楚楚的交代清楚。下一章，那我们说像天地以水火雷风等等的，这个都是成套的。那当你写了一个这个的话，是不是可以
把它换一下，水的话我就用火嘛，那山的话我就用沼泽，我颠倒一下，又是另外一种卦象啊，所以六十四卦啊也可以把它浓缩成32个组合，那每一个组合在这里都写得很精炼，它的意思。下一张，那我们又有这一种情形。你仔细看，你说哦，水火哦，这个你再怎么样的颠倒，天地你再怎么样的颠倒，它都一样嘛啊，所以呢，结果在64卦里面有8个，这个卦呢是不会因为你的 upside down 啊，会有不同的结果出来。我们过去一个卦。顶卦，我们的自然医学顶卦啊，火风火在上面，风在下面。但是我在拿的时候，我们说卦什么卦啊？卦就是写好了一个卦以后，就把它挂在墙壁上面挂。挂者卦也。那但是在挂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卦颠倒方向，它变成又是另外一种，顶卦啊 upside down 啊变成格卦，所以有这样的情形存在。那但是这8个它又不受干扰。下一张，那个叫正黄卦，那这个再 repeat 说一次，太重要了。整个大自然、整个节气、能量啊、打雷，都是跟这个有关，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了解。那这个很简单嘛，它就是一元互食。我们现在就是一元互食的时候，就是一根，过去也是被剥夺到整。就剩下山地一样的贫瘠，剩下最上面一根、最上面一根。那我现在呢，开始在那山羊开泰，就渐渐的这样起来。所以这一种情形呢，这个十二消息卦啊，也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请大家了解。下一张。那为了要给大家有一个认识的好机会，那我们就单单讲说一个阴爻自下而上的这种 case 来讲，偏风够，来到五月的时候，开始小风啊，也就是夏至，要来到了啊，那个我们现在的阳历的时间，是6月22号，然后这个阴爻跑到这里，那它又就有不同的一个情形。那你看看，说你看到公车，或者是捷那个在中那个桃园机场要回台北，大有巴士，你总应该会有兴趣说，大有是什么？它里面会取这个大有的这个名字的人高人呢，就像顶台风，这个人，他都是顶台风三个字都是易经里面的，那同时他前。正面我这样颠倒都一样的字哦，这个真的是顶台风，这个很会取名字。那大有呢，它就是说大车已载，那可以载很多的人，好挂啊，那但是它的这个阴爻是在这里。那如果在诉讼的时候那么这个天泽旅，你看看。天是最强的阳刚的一个阳爻，阳卦。
兑是八个卦里面最弱的一个阴卦，那最强的跟最弱的碰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一个蛮横不强讲理，或者是我人这么小，他那么高大，你如果自己不小心客气一点的话，是不是像踩到老虎的尾巴一样，他反过来就咬你一口？哦，的这种卦，所以慢慢的去了解，你会觉得说，哦，到底学易经有什么好处？那至少我说在古文上面，的认知呢，有很大的乐趣。我们大家啊、在说，现在不学新玩意儿的电器产品，就落伍。啊，其实如果来学一下这些古东西啊，乐在其中哦。那如果说一阳爻啊自下而上的话呢，那么这个是地雷户啊，地水师，地三圈，雷地狱，水地壁。如果你们有听99.7古典乐台的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什么？比邻。比邻。比邻。过去五户人家，我们说多少户一邻，那他是五户为一壁，那这个是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所以天涯若比邻啊，这个要念作比啊，那三地坡。那你一看到这个第三啊，我们早期的台南文学家许第三先生，他这一种谦卑之情，他一座山能够放在地底下，是多么的谦卑。这个是牵挂，而这个是64卦里面绝无禁忌最好的一个卦，否则易经。这些卦来到后头呢，亢龙有悔等等的那一种坤卦就是龙战于野，那个奇穴炫黄啊等等，那你看到这个你就想到吴起，习有吴起者这种将帅在这里，你看看前面这个摆阵势在保护这个元帅，哎。这个左右、又有保护，这个是一个将帅，地水师，等等，就这样去了解，你会觉得也不困难，也同时很有趣。下一张，这个是借用乾卦跟坤卦，一个64卦每一个卦啊，周文王他写下的卦辞。简单几句话，而这几句话里面，常常都是这个来占卜是好的啊，这个可以立设大川，可以过河，这种事情啊，什么事情的话啊，吉元吉啊，游回等等，他卦辞写得很简短。再来呢，对于这个卦辞呢，就有孔子来跟他。注解写得清楚一点，叫做断。断是一种可以咬断按那个钢、那个铁条啊、铁链子的那种猛兽。那这个也就是表示你对于这个卦能够批判了解的话，那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才有资格来写这个断。那接着下来，我们说有象，象就是形象。那这里有简单的一句话啊，你看到这一种象的话，那么你君子人呢，你就在判刑、择狱、流狱等等，你要小心啊，你这个要怎么样？这个是叫做大象啊。然后接着下来有六根爻，那个是周公对每一根爻来写的那。孔夫子他也就配合着每一个爻再加以说明，那每一个爻
孔夫子写的，那就叫做小象。好，比方说有一二三四五六，你如果是碰到最下面的这个是初爻，啊，最上面的第六根的是上爻，那有一碰到阴的，用六，碰到阳的用九，那你一看就晓得那一根是阳爻阴爻，这个也是要了解。那么在乾卦坤卦，这个是孔夫子认为是整个易经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卦啊，所以他不厌其烦的在那个第六爻的上面又再加一个用九哦，那在坤卦上面又来一个用六，我们说亢龙有悔是第六爻啊，那怎么办呢？用九，群龙无首吉，大家和平相处，我尊重大家彼此尊重啊，不多一块不要说我哈多啊，那这样这不是就很好了吗？群龙无首吉啊，然后对于这么好的这个很重要，他认为很重要的是这个乾卦啊，就是君子自强不息，你的这个卦呢，他又写了很长的、很优美的。你如果想要看看孔夫子的文笔的话，那你就从这里来看。否则《论语》等等那些都是他的弟子写的啊，那有子还有曾子的弟子这样合起来写这个《论语》的，那所以真正那个原汁原味的好文章，那你就应该要看孔夫子在乾卦跟文言还有后来的系辞，他写的那个真的是经典的绝佳的文学作品。那乾卦在这里有很多好的字句，那最重要的这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最重要就是地数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个是清华大学把这两个当作校训。那所以你这个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元亨利贞，等候要说明这个元亨利贞，请大家仔细看。那元亨利贞这四个事情跟有的地方元亨利贞那是有一点点差别，这个也请大家注意。下一章，那在乾卦呢，里面的那个绝妙好词呢，我觉得是太多了。像这一句话，我觉得是我衷心的想要在这个上面来学习，以做学问做人，学以聚之，学问是点点滴滴的累积。问以辨之，你不问你怎么能够明辨呢？宽以居之，心胸要宽广啊，要宽厚，人以行之，这个是做人处事的一个根本啊。那同时呢，美丽立天下，我们希望是看到真善美的那一面，我们是要对世间有利的，所以这个美丽先合众国这个名字真的是取得太好了啊。美丽立天下，不言所利，不自私自利。那还有呢，我们讲到亢龙啊，亢龙的相对是什么？圣人。那差在哪里？你有没有知道不知道？知进退存亡得伤，就只有想要进而不晓得退，就只有想要拿人家的好处，不晓得说你已经伤害人，同时你已经奠定了以后的后果。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太重要了。还有
我们对于，因为任何人讲易经，一定会讲乾卦。那乾卦什么啊？这种潜龙勿用啊等等这几个字，当然大家要了解，就是你还没有成熟嘛，那潜龙勿用嘛，那个现龙在田嘛，那开始有一点点迹象了，那所以它是潜龙现龙，那这里呢中入潜潜就是还是要努力啊，再来祸要在焉，你可以上可以下啊，那飞龙在天哦，这个九五之尊，他听到一个人在讲啊，这个国王他活到95岁，所以他叫做九五之尊。这个乱讲啊，这个九五之尊是这个九五，因为阳爻又是第五根爻，是九五之飞龙在天。那来到这里就太骄傲了，亢龙有悔。那怎么办呢？群龙无首，鸡。下一张，这个乾卦它为什么好？到底易经在讲什么的？它的重要，它是在讲什么？其实就是讲这个一个这个播种，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啊，然后这个收藏的这个果实，你就留下的种子啊，然后再轮，再明年再来种，所以元亨利贞，就是这样的一个，你看一个花草树木的成长过程，就是这个样子。下一张，坤卦，厚德载物，这个很重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很重要。还有这一句话，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在马来西亚三年前开会的时候，何社长他说这一次的主体是要讲到这种循环系统啊，这种癌症的问题等等。那这个好像我们讲说独独烂乱啊，这一种问题都出于你没有黄中通理，理者臭梨也，毛细孔叫做臭梨，一个肉之边，一个皱，臭梨就是这种毛细孔。黄中通理，正位居体，我们讲说，人尽其力，物尽其才，货尽其用，什么货畅其通，货畅其流，等等，那个建国方略等等，就是。这种黄中通理的这个的，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灵感，那能够想到用黄中通理来做题目，来解释这一种破除这些堵塞，让它通。那同时我一直在想这个题目，一直想到从美国飞到纳利达 Airport， 看到 United Airlines 它的广告，就是说 Friendly Herbs。我们有很善的枢纽 ，her husband，her 中心，我没有办法一次所有的就是让你飞到目的地，但是我要可以在纽约集合然后再飞到 Frankfurt 集合然后再这种飞到Barcelona， 这样的就需要很。安全很健全很畅通通畅的这一种枢纽，所以这个叫做 friendly herbs。 那在化工上面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entropy， 第一就是这个能趋皮。你一个系统，请问你现在在厨房里面煮菜，像我弟弟大厨，我不会煮菜，但是我在旁边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赶快把它它又可以很行动自如的又继续它的工作，这个叫做黄中通理，让它 friendly herb with low entropy。 你在准备一场考试的时候，你一定桌子上面种种的书籍乱七八糟，这个就是你的 entropy，
很高很高，那我们希望这个 entropy 能够低值能够很低很低的话，那这样就是行有余力啊，做起来很顺畅。这个所以 friendly herbs with low entropy， 哎，这个就是我黄中通理的英文翻译。我觉得我们在做中西整合，能够把我们的好东西介绍给世界，不是我说。林教授，你写东西总是要捞硅谷啊，英文啊，连题目，这个的意义的 book of changes， key to the spirit 啊，humans in nature， 天人合一是humans in nature， 那人定胜天呢，humans against the nature， 大家彼此学习嘛，那这个样子，我们的水准才会高啊，所以是有这种内心的这种苦楚啊，那所以在这里。坤卦这一句话最好。林教授，这个不是很简单吗？啊，下的霜以后，那就是霜降之后，那就小雪啊，就是大雪啊，然后冬至之后小寒啊，大寒啊，这样谁不懂？但是人呢，就是不能张开眼睛来看这个事态的渐进性，否则为什么会有陈世君？这一种兄弟不公，不孝敬的那种事情，那个都是渐进式的。为什么在八八六十四卦里面，大家以为说哦，龟妹，这个一定是婚卦里面最好的一卦，不对，导致这一种渐卦，渐渐的，人家介绍的或者是我们相遇的认识。一步一步的，一下子马上就要，那简直那以后是属于那一种小三等等的结局，所以不要就只有看到那个名字，那真正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吕霜兼兵制，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下一张，那接着下来就是。渐渐的，一而再，再而三，拿出不同的卦啊，让大家啊来认识这些哇，这些卦我怎么去记啊？这个上卦，这个下卦，过去我还没有了解之前，我觉得说这卡死掉啊，这个比较稳啊，然后放这个啊，这个比较啊，这个是太啊，但是现在了解的时候，这个阳。阳卦、阴卦啊，阳卦是往上阳的，阴卦要往下，那这样它才有交，啊，这个就是水火既济啊，火水未济那一种同样的道理。所以你从这样的来了解，那我们一天到晚否极泰来，那就是 upside down。那这一种东西，当然啊，就你看看，阴气它一直往下啊，这个阳气往上，结果就不交了嘛。那你看你这个地基，这一种不灾嘛，那当然这个脾嘛，那刚刚十二消息卦太的对面，那就是脾嘛，所以就是这样来记呀、啊。下一张，那这个壁，就是纹饰，就是 decoration。那我们有一个学者，他讲说。我们易经我们就是要天人合一，我们就是向大自然来学习与人文的处事，所以是观乎天文察乎时变，天道与人道是纽带 ，Kizna 就是母亲的这个脐带跟婴孩这个纽带这个。上回已经介绍过了，这个三一大地震之后，日本的感谢函就是说，我们人类是建立这个纽带，就是这样，天道与人类，天人合一耶。哪有像现在的柯文哲，那一种，什么破铜烂铁啦，怎么样啊，傻笑啦，那一种，这个一定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哪有说我很白啊，白不行了、啊，整个台北市的市民都被你教的不知礼貌啊的那种做法。文胜于子则死，子胜于文则也，则也啊，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啊。那这个就是必呀、啊。那再来这个横呢？哎，在这里呢，过去我不讲究哦、觉得说啊这个对那个也对啊，但是呢，在学易经之后呢，发现哎，我们所观察到比较多变化的月亮的变化很多啊，所以呢，在天地之间夹着这个变化的这个月亮啊，那它有规则啊，那这个是横。那后来呢啊，又在演变说啊，这个也可以的啊，太阳这样，所以这两个字是先有这个字啊，然后这个有这个实体字。那这个雷风横呢啊，天地之道，恒久而不移也，在变化中，在第一我们说变易有三个意思，在变易，对不对？在变易，白天晚上啊等等啊，日出日落哦，那在变化当中有其规律性，那这个就是要变易不易，对不对？那再来讲啊，都很简单嘛，就是这个样子，恒常不变了 啊，所以那我这里就写了两次，那用英文的话 ，regular constant 哦，这个 perseverance。你要晓得，我们现在有韦氏大字典、牛津大词典，嗯，这个在这个之前，现在是牛津、剑桥整个大学在完成这个大词典。那过去有一个 Samuel Johnson， 他一个人花九年的时间完成了英文的大词典，这么伟大的事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就只有靠力量，那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持之有恒的这种 perseverance， 持久的毅力，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句话呢 ，perseverance 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好，那还有在我们的身体啊。”在我们的身体健康，如果你要问我们自然医学的这种自然疗法到底是凭什么来完成的，两个字，我们要维持平时时时刻刻的 homeostasis。 什么叫做 homeostasis？ 就是细胞内部环境的恒定， staying the same， 这个叫 homeostasis。 stasis 就是 staying， homeo 就是 the same、那两个男的 homo homeo 就是 the same， stasis staying the same。 那如果能够做到这里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来达到什么叫做生命。我不晓得，我让大自然追随着大自然的法则，我就不药而愈。那个叫做 natura medicatrix natura，medicatrix natura。所以这两句话，你讲自然疗法，讲那么多啊，就是这两个字，然后下面再去发挥。第二张，我说。这个是64卦里面最好的一个卦。我们的这个许地山，它的笔名叫做落花生拉嘎塞啊。我们的马铃薯不晓得救了世界多少的人，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来自于中南美洲那个地方，它一到了白天很热，晚上很冷，哎，它活的办法就是藏在地底下。那虽然不好看，马铃薯最初被介绍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被认为那吃那个会得到 leprosy， 那个是有病的，你看长的样子丑八怪有毒的讲一大堆。那如果没有那个的话，哪有爱尔兰的人口的激增能够养活全世界那么多的人？苏联的 Vodka 也是这样，马铃薯这样去发酵出来的。所以这个，他的六个卦，特别是这个劳谦，你要辛劳也有苦劳，
啊、也有功劳的状况之下，这个第三面爻是整个关键所在，哎，所以这个很重要。下一张，泽三弦，我们上卦紧接着下卦的第一个弦，乾隆，那后来来到这个不孝子，他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啊，咸丰，咸，咸，娶了一个慈禧太后，好，那把清国亡国了。那他这个咸呢，就是感应的感。那泽上三下，泽是什么？少女，三女。三，三男也，女上位，男下位。过去这些，道德君子也都认为这个闲卦其实是讲男女几乎相亲之爱。有，如果你把六个爻这样把它 put together， 我们看到山西的大红灯笼高高照，如果今天晚上被选上的话，那么就要先打脚板，洗澡好了打脚板让它发烫，那这样一下来的动作就比较会高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学过针灸的人或许也可以从这个六个爻的这种位置，它从脚趾这个脚肉这边，还有大腿这边，然后哦这一边，然后后来脸部这一边，啊，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做爱的过程嘛。同时你把那六手六个爻把它配合起来，贤其母，哦，你看看。贤其悔，贤其苦。你如果，哦，把他那个 了解，那个啊，少男少女的做爱过程，啊，那就随着指控的那一方的意思，那执其谁，匆匆往来，蓬蓬而逝，弄教育的艺术啊，哦，贤其眉，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后边的这里，哎。贤其虎，甲蛇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做少女上，所以贤虽然是它是一个无心之感，它是一个用感应的那很巧啊，有时候在读的时候就外文呢，把它拿来搭配一下，我们说日文塔上。泽山，泽山刚好就是这个卦嘛。泽山，那塔上是许多之意 ，much many。下一张，这个是63卦，这个是64卦。啊，如果啊，我们来跳那个blues， 捧恰捧恰捧恰，这个很有规律性啊。阳阴阳阴阳阴，那这边呢，恰捧恰，这个就不搭调了哈。那这个你看看，这个水火啊，这个水火哦，它这个是水啊，水会吹个荡滴下来啊，火会上扬啊，那这样就焦了嘛。这个。火水各守各的，就不交了嘛。那他在讲这个卦的时候，他也很好玩，他会跟你讲说，哦，都要过河的情形，你要过河啊，我轮子把你拉一下，这个尾巴这个裙角这里
提高啊、那意思就是说不要莽撞啊、要小心谨慎。那这个讲到后来，哎，就是在你很高兴的时候，哦，你不要去沾了你的头，我才这边都一定鬼来的头又把它打湿了。那在这里呢是更糟糕，你抓到了很多的葫芦，结果你又喝酒，啊，让葫芦又跑掉了。啊的那种情形，啊，这种失败了之后，那六十四卦结束之后，那你当然要重新来过，啊，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一个，那这个呢，就是说，把这样看，啊，那你这样把它这样颠倒来，就有这样的结果。那它称为中卦或故卦。下一张。那么，在系辞，我们说，如果易经，哎呀，易经这个是商朝那个时候对鬼神，特别是拜祭祖先的时候的一个卜卦。那他这个卦呢，比方说梦到了一个女孩子受伤，啊，这个是垢卦。有时候哦，在商旅旅行的时候哦。有种种的得到财物，或者是生病，或者是等等啊，又来卜卦。所以这种实在说从商朝他们是很敬畏祖先的这种习俗，那来把它变成儒家思想的一个群经之首。有时候是太牵强附会，的这种情形会发生，啊，那在孔子他这么困难的这种文件，如果没有辅助的一些东西的话，实在是看不懂。就像说一只鸟，你加给它的翅膀，那就它一共有十个东西。那叫做十翼，那这个十翼就是包括彖、大象，那大象、小象，那还有文言，然后哦系辞，系辞有上下啊，然后又有有说卦、有杂卦啊等等，这样总共有十个。这一些辅助东西，周文王那个写的那个叫做经，孔子他是视而不作，信而好古，怯逼于老朋，他很客气，他说我生平我不敢创作什么，我都是述而不作哦的这种精神来做他的学问，但是他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哎，这个我也把它当作我的学习的过程。老天给我有这个学习的机会，我如果没有把它这样再放送出去的话，我觉得对不起老天给我的这个读书的这个福分啊。那所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另外一句话，庄子的《养生主》，他的那篇的第三章。叫做养生主，他最后一句话他这样写，我也非常的喜欢，子穷于为心，火传也，不知其进也。也就是说，你要让这个灯火继续的点明，你一定要不停的加油脂上去，加上去。那最重要就是薪火相传，我即使牺牲我自己，我这一块心烧掉，但是我这个火不能熄掉。指逗点，他的指那个时候是写手指头的指，我过去一直看不懂，后来了解指就是代表有始有高的指，
还有你要放进去烧的那个东西也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好像小指头一样。子豆点穷于维新，火传也不知其进也，是这样的态度。那还有我是北一人，学北一的校训是诚朴，他的校歌叫做诚以达人，朴以节己，学好做人方作义。所以我觉得有这三句话的话很够终身来呼应。那这个是系辞里面他对于这些卦把本来的那个意思他又再度的发挥。下一章啊，这些也都是因为没有时间的关系，时间不够的关系，所以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这有这些意思。下一章，那系辞中啊，他有我们说真正的周文王跟周公哦写的原来的卦，还有他的爻辞，总共是4920个字，但是哇，孔夫子他把它 elaborate， 他用他的儒家的思想再把它解释，解释之后，然后在系辞里面又在特别提出来讲啊说哦。在霜降那个时候啊，这个鹤啊会叫，那他的同伴会应和啊，这个就是心电感应，心心相惜的那一种，所以强调我们这个言行很重要啊。然后这些卦啊等等，所以这个是你详细看的话，你就可以感受。下一章，啊，那这个是继续。他的再度叮咛的好话。下一章，那么他对于人世间最痛恨的知子自家格言里面最痛恨的就是说哦，一定对于居家的赠送送者中凶，一定要戒，所以他对于这种诉讼判罪犹豫的关切。孔夫子在易经的大象里面这些我一一的去把它收集下来。下一章，对于婚姻的事情在易经里面好多好多的卦也都谈到易经啊，大家刚刚已经讲过啊，闺妹一定就是最主要，没有见卦比它好，你横卦啊更是讲它的永恒性，这个夫妻之道最好。还有你夫妻之道，你如果是拢听查某嘴，查某话，你都爱用中之弊啊。但是你查甫，你若拢听查某话，你就迄款安尼定的迄款会出错。你君子，你不能拿这种女人言，这个是这样他的说明。这个是对于横卦里面有这样啊，然后壁卦呢，就是说，你要来迎亲，你也要照那个礼数来啊，不能随随便便呐 啊，这个就是壁啊，那这个，所以这个闺妹呢，甚至讲到说，这一种结合呢，是一种。男子去承接，什么一点水果都收不到，这个男的去宰一头羊，怎么不流血？这个都是不能，不是好现象，都没有好的结果。这种没有办法传宗接代的这种，怎么能够来祭拜祖先？所以这个闺蜜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卦，但是其实是顶多是一种小三的结果。哦，那。后来，这个在尊卦、魁卦、门卦、大卦等啊，都有参差啊这些事情。下一章，那我说，为什么我们花了两次的时间来把这个《易经》拿出来作为
自然医学教育的一个思想的指导。我们的 logo 哦也是用顶挂，原来在这里有这个充分的理由来告诉我们，说哦，这个易经实在是真正就是我们自然医学教育的指导啊，有这些好卦，你看看对卦，君子与朋友讲习，像今天这种场说明学术论坛呐，德教之风，我们要乘风破浪，宣布四方啊，等等，是不是？那我们这个顶卦就是稳重、丰富、养闲与革故鼎新，所以没有错。我相信我们的 logo， 我们的学会的宗旨，我们今天这两次的这种学术的论坛，应该是没有白费的。下一张，那还有这些，你看君子以义文德，随卦，随就是要顺，那佛教佛学在劝人教导，哎呀，我最重要就是随顺两个字嘛就好了嘛，啊，随顺。那我们格节啊横等等，这些意思。下一章，结语，善为义者不善，所以不要说，林教授，我是来跟你想要学一下，我来这种占卜，那以后我方便多了。我不会占卜，啊，不要说啊，因为你不会，所以你不讲，因为，荀子、孔子他们也都讲，善为义者不占。你把那个64个道理你了解的话，那你就不必要啊这样。我现在觉得说，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从64卦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卦很适合来解释这个。现在我已经进入到这一种兴趣的阶段，所以未卜未择，不过不战之战，实乃更高层次的战。从易经的智慧，使人能神而明之，见机见微，存之一心，因时而动，吉凶由人。不战不卜而有先见之明，从易经十义之细辞于说卦，以明确指出，易于天地准，故能迷伦天地之道。所以易道提供如下的大智慧，可以解惑大自然于人生的疑难，如开悟成悟，天人合一，生生不已，故有日新，穷理尽性。什么叫做穷理尽性？这个是特别到了北宋这种周敦儒、程颐、程颢这些人朱熹是南宋等。那么他的意思，穷究事物之道理，尽得人类之本性，合乎天命。那么穷理 to probe a doctrine to the depths， 尽性 with the whole nature， 天命 the decree of heaven faith。下一章，这个是刚刚讲过的，这个是山雷一卦。那如果雷山的话，那就变成飞鸟。飞鸟，飞鸟是怎么样？我们说先有中孚，那个两边阳爻中间，就是两个阴爻，那刚好就是一个洞，那就是孵鸟用的那个鸟巢，鸟巢长大了以后，鸟的翅膀硬了，它可以飞了，那就是飞鸟卦。那飞鸟就让人家想到希腊克里特岛的一个神话故事，父亲告诉他的儿子，我们现在要逃离这个地方，我可以做人工翅膀，但是跟你警戒，不要飞得太高，